我是刚饭店喝到那113年，3月27号，瑞芳二号站有列车准备停靠，9:28，说白了是有列车准备停靠，那闪很久了。好，开往潮州的 PP 之翔，175是 PP 之翔。坐车很多了，今天看到超多新的列车。喂，1027号，哎，这台啊，我要这个哎，挂不起。怎么办？昨天就这台车故障，今天又搞故障，傻眼。大哥，拜拜。有自在，瑞芳站停靠，谢哥再见，拜拜。15:30才到达瑞芳站，还有小兄再见，拜拜。可能又是这个编组啊 ，PP 107加设计上 PP 102，谢哥再见，拜拜。